国石油公司为了配合本省沿海跟深海地区油厂的探勘工作，设计斥资新台币50亿元，在深澳附近新建了中国第一个全费用的油港，以作为油井和储存气化探勘的基地。独立的专业性的港口，除了码头的设计以外，所有的工程进度都能够如期完成。对于我国海域油厂的探勘以及油品的运输，和减轻基隆高雄两港装卸的压力都有很大的帮助。